京都大报恩寺，人称千本释迦堂，是日本镰仓时代前期佛像的宝库，在近年的佛像热潮中人气日益攀高。大报恩寺收藏有镰仓时代代表佛师快庆慈世前的力作十大弟子立像，及其第一大弟子行快的代表作大报恩寺密佛本尊释迦如来坐像，另有运庆弟子定庆的代表作六观音菩萨像等，汇集了镰仓时代前期留下辉煌足迹的明星佛师打造的名品佳作。在此次特展中，您将一举领略到大报恩寺最引以为傲的众多镰仓佛像，近距离观赏精雕细琢的雕刻珍品，从正面、背面、侧面多角度全方位细细品鉴，近看细节，远观全貌，绕转一周品赏玩味，镰仓佛像名品荟萃，奢华展示邀您莅临。